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，我们现在改装的是红斑马，在这个检查站这边啊。另外，我们有这边很多警察这边守在这边，然后为什么这个枪的贴图在换 ？OK， 我们现在这个车子大塞车啊，因为我们要小心翼翼的，避免有疑犯会前往到洛圣都啊，所以我们要先小心一点。OK， 我们先例行检查一下好了。好啦，下车受检一下。下车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啊？你刚才叫我移动是？给我跪地哦，趴下哦，可以乱动。啊，车上这位呢？这位不动吗？这位是不是要下来一下？好，想跑吗？我们这边警察很多，枪都指着你了，对不对？趴下哦，来搜身一下，看看什么东西啊。好，这位太太没事，没事就可以走了。这位太太，下车，停车受检。ID 给我看一下。好，看完了。问一下。来看一下你为什么在这边。好，你只是来观光的，好吧？好，你可以走了。这边交给你们了，我先去抓疑犯。OK， 这附近有疑犯，而且他现在有对面啊！我想办法让他停车。哦，就是你，黑色这台车，给我下来哦！想跑？我先把这个人追下来。他居然想要逃跑！不要动，给我站住！居然想跑。Bullshit！ 停！我叫你停下来。LSPD！ 站住！为什么没有枪啊？枪不见了。Freeze！ Freeze！ 头部朝下。Freeze！ 我再把枪叫下来，枪又不见了。可恶，这个人又跑走了，这太远了、啊。那个人跑走了。Fucking sick！ 他自己撞车哦。停下，停下，停下！站住，站住！可恶！停下，停下！不要动！不要再跑了，你是跑不了的。给我双手抱头，蹲下，不准动了，再动要射你。你被带回去警察局了，跟我走吧。好了，帮你开车门了。来上来。啊，我不等你了，我先上车。附近又有那个枪战呢。哎，他人呢？他怎么了？我怎么在下面呢？还有 bug 哦，你搞什么啦？我先下来看一下。那人怎么会这样啊？不管了，我先载他回去那个监狱好了。设下地图啊，那监狱在靠近机场的地方啊。OK，
让开让开，警车通过。那我知道，因为他已经挂了，所以没办法逮捕他。好吧，那我们再去接下一个任务吧。那我是不是要先打给那个医疗人员来处理一下？来，帮我看一下，这个人还有救吗？说话啊！把他拖下车啊，拜托！快点啊，把他拖下车！把他拖下车，听不懂吗？还要我自己来哦？哎。所以你不能处理这个嫌犯就对了，好吧？那我就先继续。啊，已经太迟了，太迟也把他拖走啊！啊，太遗憾了，这个嫌犯呢，在我的车上挂了。来不及送上那个监狱啊，好吧，我们继续前往下一个任务吧。欸，这也太远了吧，这要怎么开过去啊？我可以接另外一个任务吗？这个太远了。OK， 这个 OK， 这个 OK。他在里面欸。他是要开车出来吗？那这在里面的话怎么进去啊 ？OK， 那我可能要先开车飞车进去了。给我下车！车上该不会有什么爆裂物吧？啊？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！下来哦，下来哦，下来哦！给我趴下 ，freeze， 趴下！好，不要动哦。先把你逮捕。另外一台车开走了，那我是不是要叫一下 backup？ 来，你先上车，你先上车。我进去啊，对不对？应该在这栋大楼的后面吧？对，我先把它载过去。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好了，监狱的人把他带走了。这样子应该算是任务完成了吧？那个死掉的还在车上，没办法了。OK， 那边的话还是有两个嫌疑犯啊。那我继续的去把他们两个逮捕。找他，要帮你开门噻。你大爷，来上车。来，帮你开门啊！上来。Get in there and stay quiet. 别闹了好吗？上来，他挂了，这么快就挂了？那我们去抓下一个人。有可能是因为他失血过多了。哎，别想跑，站住啊！站住！站住！哎，他跑过去了，他怎么跑的？
你这可以开门，早说嘛！哎，你不要跑，你不要跑，你给我回来！你想去哪里？再跑开箱啊！叫你不要跑啊！站住！哦，中弹！趴下，趴下，趴下！我叫你趴下。好，乖，不要动。不会吧？这附近又有嫌犯？真假的？没办法，我现在忙啊。好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载他回去我们的监狱了，对不对？哇，今天真的超级忙碌的，一下指挥交通，一下又有嫌犯在机场乱闹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先把这个嫌犯送回去监狱，看一下好吗？他怎么都不见了啦？顺你哟，不会吧？他真的不见了？搞什么啊？好，我接。我先开车出去了，不对，还在里面啊！停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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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想去哪里啊？给我回来啊！追丢了。停车。练我的性能就对了啦！哈，我知道了啦，我那个嫌犯挂了在车上。好吧，太好了，是两个嫌犯在我车上。停下，停下，停下！听不懂吗？这要追到什么时候？嫌犯在跑了，松手爆头，趴下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好，很好，把你上铐。让我过，让我过，快点。快点！哦，撞断了！小心啊！靠边，靠边！警察办事啊！哎呦，先把犯人放这里啊！太好了，他被带走了。好了，我准备要下班了，我先回去警察局，然后就收工了，好吧？所以他的门口在这里哦。
好啦，下班下班了。好，如果你喜欢我这个影片啊，别忘了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然后如果有什么建议或是想要看到的片段啊，欢迎下方留言给我啦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。